千碰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号，今仔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又还是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啦哈。啊，这天气不只啊热哈，还注意补充水分。啊，咱古历加到六月二十四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二十七度到三十五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请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啦，感谢啊！今晚咧，大家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大家看新闻。来，首先吼，咱先来针对着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相关的报道，来个报一篇昨昏啊，伫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诶，这个记者会当中的一件真要紧的代志来报告，大家知影啦吼。武汉肺炎的本土的疫情虽然现在处在边缘期，不过也同样不时有儿童有幼童出现了重症头的感染的案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零岁到五岁幼童感染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上加容易并发到 MISC 的脑炎、肺炎，包括吼、哦、这个啊哮喉镇定的重症头。二十二岁以下的年龄啊当中的占比咧，就得有63%。啊，专家甲指挥中心的呼吁啊，疫情这个物件不得等人的家长。赶紧带你的幼儿出来住乌风虾，有住乌风虾会当乌风挡镜头啦，会当乌风感染着挡镜头，买当降低死亡率。指挥中心统计，今年国内十二岁以下的儿童挡镜头的个案，分析总共有108人，其中零岁到五岁幼童有22人感染着吼。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了后变成了吼 MISC， 就是吼孩童多系统炎症的症候群啦吼，就是敢那亲像感染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迄、那个北内的某种流行性容易吼会发炎。啊，这个六月到十二岁吼，有23人得出的镜头拢是脑炎的对啦。零岁到五岁幼童15人，六岁到十二岁儿童8人，零岁到五岁当镜头有68人。二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当镜头占比的有63%，遐尼啊多。45万剂的幼儿的莫德纳乌风下针剂已经和开放国关系和那个。各位到五岁的幼童会当来东部来注射，但是同款呢，一个家长搁底下咧丢毒，到底是即马要现注莫德纳较好，还是要等下吼辉瑞变体的预防下来注较好？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的副所长吼罗一军又讲啊，伊咧提醒吼，讲注这个武汉肺炎的预防下，是咧预防儿童甲幼儿发生了重症头上好的方式。真侪专家正烦恼今年的八月啊九月国内的疫情有可能会搁再吼热起就对啦。BNT 啊，这个幼儿的预防下，完整注完3剂，注完需要11礼拜，比莫德纳注2剂的4礼拜到8礼拜更加久的时间。伊直接要讲讲疫情是无咧等人的，呼吁家长赶紧和厝的囡仔来注射。专家嘛建议家长唔通去等啊，即、這个囡仔吼先有一剂的保护，来对着预防重症头甲死亡拢有真好的效果。指挥官王必胜伊咧讲讲 BNT 啊，囡仔预防下即马搁咧签约呢。啊，伫咧各类定数当中啊，进行完成，会赶紧提供予咱的家长来做选择。代代儿童病院院长吴立明伊在咧讲啊，无论是莫德纳
无论是辉瑞、BNT， 拢会当预防等镜头甲死亡。有这个预防下，就应该赶紧来处。伊分析咧讲，讲辉瑞、BNT 保护效果较悬，唔过爱注三剂啦。啊，那莫德纳吼，注两剂就迄个效果啊呢。啊，这个量啊，这个两剂啊，但是这个保护的效果是比辉瑞较低淡薄啊啦。吴立斌伊嘛咧讲啊，讲南非变种的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搁在变种的 BA.5， 即卖已经对咱台湾的社区里边啊，台湾可能伫八九月啊，会搁再掀起了一波的疫情，家长应该爱考虑一下啦吼。那真正患了预防下副作用吼，你等下 BNT 吼，会当来关心注意政府的公布啊，即、這个预防下进回情形来甲做评估，听到没有？一般伊有咧欢呼交代啦，疫情无咧等人，你有啦，有一寡迄个家长伊会感觉讲，哎、欸，我是不是等吼辉瑞的 BNT 也来较住啊，较好安尼啊，效果保护咧较强安尼啊吼，啊，当然这医师啦、专家啦，讲有得先住啦。有的心主啦，因为囡仔什么时阵要感染点，你唔知啦。啊，即马吼，这个 BNT 啊，辉瑞一个等咧签约，啊，签约完了后，你个等到后面，咱个伫台湾咩，就运送到咱台湾的时阵，唔知个等到何时，看能不能我公司有钱啦。嗯，我哋个搞变家己个一些舒克啊，然后退兵啊，这块点咧。像是像咱这块点的代志，我搞点事情，真担心我最近啊，做医疗冇得那吼。有副作用无安尼，所以这是这是咱也无同你讲的啦吼。你每个讲都每一个发作心理无同困难嘞，所以咱是尊重啦吼。但是咱防疫中心基本上是不讲会当清楚，会当清楚安尼对啦。嗯，家长就家己去做些决定安尼。所以表示到个暂时有往下已经不充足啦，没有充足就对啦。吼，这都要做唔做啊？是安怎样啊？在家电在家自己舒服看买下呢，哈。现在是家电哦，是干货啦，咱会当理解啦，哈，会当理解。到底是要住路，住会安那边，哎呀，就刚刚这个问题，其他东西嘛，这个光顾的时候，伊都激动啊，激动啊，他本来这个这样嘛，哦，对吧？我记得我们人很勇敢呐，真快做决定，搞这么点这个囡仔住人家出问题的呀。啊咧，所以这吼，是讲，你对阿妈是讲管啦，不是讲囝尔啊。我阿妈话你看嘛，我话都无做诶，我当时一句都无做诶，念着过新年后面，特工一步啊，吼，我从做你个听着啊，我都无做诶，你咧吼，啊，佮做基础一句安尼，做无完全无嚼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从心头这样讲，所以确实每一个人每个人心里无共款，我家己。你去哪里做决定啊？是啊，那还好啊，这是关系到这个囡仔的有无事啊？哈，来给咱做这个报告哈。来，咱来开始个来个看新闻来。来，接下来咱来个看一篇新闻，怎么哈？这个中国共会支那国阻挡咱台湾的自由班次哈，安尼未对支那国里边哈。啊，当然，咱台湾是接班戏的人，就去开始创作啦。啊，这市区的戏啊，吼，唔知要上对对大戏。但是咱讲实在，吼，是接班戏的人，吼，含在水果人都讲，水果唔得那位啊，唔得欢喜啊。啊，你接班戏吼，今仔日无人买，肯定苦啦，还佫伫遐收来收去。终于收来到今仔日吼，咱台湾才无法度人卖对吼，啊，支那国戏，而且一接班戏，终于已经吼。有着落了，吼、哦！恁只鱼啊，吼，虽然得过中国人来甲恁吞食，即马来哇，甲咱台湾吼、哦，啊，要来甲你吼，提来料理营养午餐，来给咱的学生囡仔吃，给咱的学生囡仔吼，一旦得到较充足的营养，所以是这班鱼的人唔免烦恼，来这边咱甲听看嘛。因今年疫调苏金昌啊，昨昏终于决定对全国啊各中各校的营养午餐，要来吼啊加薪补助。教育部长潘文忠亦表示，各县市中小学的营养午餐由这个行政院吼加度6亿。
赞助咱一个月啦，就是伫这个新学期九月开始到十二月，每个月呢拢有一顿石斑鱼咱去配，哦，这因为我才有石斑鱼在赚啊，所以一个月嘛，一个月一个月一本，嗯，哦，这些看不看？第三次变了，是我被算起来，人情当然不在，人在这个是等的啊，就等于我等的啊。所以吼，一个月一等就对了啦吼。啊，农委会啊，这个企业数标是讲考量到吼，一百八十万名的学生囡仔吼，供应来源的这个需求稳定，而且量大，学校的营养午餐以着量好班为主啦。有个计划吼，会用掉吼1600吨的石斑鱼，嘛当1600吨吼，迄几只咧唔知影，真济啦，真济啦吼。啊，这个煮食料理的方式要安怎煮，即卖也搁咧讨论当中，不管是用三杯啦，啊是讲用姜青的啦吼，啊是讲吼用钱的啦、红椒啦、用炖的啦、用炊啦，也好可以煮布剂啦，煮也好咧，啊，现在只可以煮汤，咔。应该想打下成片，因为有人做来做皮包，哎，旁边做来做皮点都落哦。啊，但是今麦咧考量就对啦。教育部长潘文忠咧讲讲，学童伫厝内定有在点食着石斑鱼呢。佮再加上石斑鱼是真正哦足好的鱼呢。有这个规划行政发言人罗冰成来做补充咧讲讲，这两种的两全其美的做法啦。咱台湾的石斑鱼受着其他国的打压，而且石斑鱼又个是好鱼，又个是优质的产品，透过的营养午餐提供予咱的小朋友，会当吼食到这个啥石斑鱼，这是真好的做法。所以行政院啦、家督啦、赞助啦，伊个经费吼，即马吼有的行政院的中介处伫咧吼做这个啊丢班，来咧做这个统计处理。行政院议会常有来通过教育部的报告偏向的学校啦。中央督办的推动的情形，教育部指出咧，公共对五月初一起，中小学的营养午餐吼，采取三张一 Q 的这个国产，这会当吼溯源的食物就对啦。补助已经对每一个人啊，每一顿6元提供到个10元，偏远地区的学校每一顿吼14元，今年一月到五月偏乡的学校覆盖率已经对100.9%多平均的60%。啊，56.4%大大来提悬到92.75%吼，后壁接着含迄个啥石斑鱼无关系。头前咱咧讲的讲石斑鱼，即全国拢有吼，全国拢有即个中二啦、读国考啊啦，每一个月吼都有一顿的石斑鱼啊。啊，这跟他课学校课规定咧教有吼，因为是一个恐惊是会当解决一寡。无啦，啊你年年咧教，即摆应该去对对，应该。是去那个什么超市啦，还是去专门的拢有啊？大卖场啦。我讲专门的拢有，专门的头家去投了起来，唔使讲食，唔使几同意啊。啊，所以阿恁卖着拢是，即啦，系拢是冷冻包的啦，拢系冷冻包的石斑鱼。我厝里咪拢有在吃，我唔讲这是系去菜市买卖啊，准备啊。菜市啊，一般来讲买唔着石斑啦，是哦。啊，即咱所了解。因为石斑这个物件，要人家提起卖吧。我唔是石斑这个物件，伊呐运输的过程当中吼，这个石斑呐放伫迄个，就做一般温度之下无话固的变质啦。所以伊爱冷冻，冷冻包。对，啊，过去台湾销去中国的石斑，等下石斑话，咁样变质之后，滚困难来吃困难。快啲，啊，你怎么讲嘅？你冷冻冇几只而已。啊，你冇话买只，做只，冷冻买。冷冻，伊个叫做冷冻嘛，应该是要看我咧石斑嘛吼。菜市啊，应该已经改善无。菜市嘛，你是菜市会知影。无啦，你哋人系食菜市啊？哇，对啦，你食菜市啊？食菜市啊是外幸福嘅，你一看叔叔嘅面都睇下食菜市啊。叔叔咧，你又咁样讲，都是买只菜市啊。我都唔系，我先读书唔可以，你买大朱古啊，食菜市啊，外边你一看到吼，咱爱食嘅物件吼，他上界重要就是看到咧叔叔嘅妈妈吼，底下咧物件。一边啦，看叔叔的行为，啊，一边啦，看叔叔的妈妈。你故意啦，像我这个公车落车头多，欣赏你啊！你故意啦，那个公车欣赏你啊！你啊，
有啦，有一挂遐啦，袂啦，有一挂情绪也就在恁娘底下咧买菜。啊，恁哥，啊，今仔咱两个哇，来，这些事情，恁两个就爱咩事啊？唔怕唔怕，我看了人侪，我来惊，我来惊，惊到我难受。我给，你来，我都记得啊。这个菜市啊，内底吼，其实咱这个家庭主妇去买菜市啊，吼。用心讲，我唔系去食到菜市啊。我是慢啦，加点几遍啊，有阵时啊，都头毛做位面去看，结果我坏啊，当然其他女性啊，那我唔知，老弟我冇了啫。嗯。我拢伫迄个何伟红旗个，阿在做红旗啊，哎，何伟是做阿多。嗯，这个伊在哩哩买物件时阵，固定就是几单。哦，固定啊，简单讲，简单讲，嘛无咧洗菜市啊，伊就行到遮，伊头过三五买买衫，啊，行到遐一头三五买衫个，安尼个，啊，这样来再全部甲加完，然后再分过两出来。哎，是真正我伫遐洗菜市啊，人到底是有当作像咧洗牙齿啊咧，无慢慢啊洗着我是唔差遐。我收集种人，你就行到啊，看到啊，摸到啊，听到啊，啊，介绍市之类，嗯，介绍后门口嘛。啊，像我这种是安那呢？我努力参加一挂团嘛，啊，一挂团有实在一挂朋友啊，有朋友咧当中讲哦，迄个河市啊啦，啊，河尾路黄昏市啊啦，南菜市啦，啊，是讲阿伯料菜市啊啦，阿伯料过来啦，也讲迄内边都一大，迄卤味偌好食呢，啊，迄内边都一大，我因为吼迄牛肉控够够好食，啊，你个手里边，咱公司多，咱今嘛有钱，公家是台湾市哈，台湾市啦，台湾市，啊，所以你今嘛听你讲的时候，比如讲啊，你。我在买主餐，我就想着讲，西河菜市啊，人讲一大锅味又够好吃，我就总管管的啊，啊，就看几百锅、成千锅挂出来，大家主餐就吃到，吃到吼，出去了了了，出去了了，一直讲什么说眼光白出来，啊，那阿去菜市啊，所以菜市啊，今嘛做这一关，人讲锁死，有啊有啊，对啊，对啊，方便哦，哎呀，比较细个，如果你去打那边，对，不是我看一下在时啊，我拿阿芬等你吼，你拿个出来哦，都底下加点未啊？哦，啊，都其中一单哦，哎，你家各一单，提什么会？哦，安尼阿时搞事，我来提，你讲你老表哥我提啦，安尼都免个处理啊，免个处理啊，安尼说话咧，说话咧咩？我那是过定单咧咩？过定，讲过定单，过定啊！因为是从我家有人拜托，不跟我有人啊。我给你买三物件，啊你改，啊阿青啊，买三物件，我阿你什么不好，阿来他做个什么？啊，南北个，都笑的，对阿伊门体来，提来到厝，哎，阿王生伊来，想要买我卡其他伊都去顺啊，哎，正地方能够处理啊，啊，我买啦，今麦当服务啊，你呢？正老嘞，啊，我感觉处理件件细细嘛未歹，啊，当时啊，有一挂买一挂锁匙，等下现下免煮啦，啊，佮有一挂水果啦，啊，你当时啊看到一挂吼，迄个杂。人吼，有一挂个头家两生个水水嘞，来哦，买用来哦，都平平哦，笑死！本来你那买下下陪帮下下，七六八一对，来买用来哦，都平平哦，安尼个，咱就去个好买起来，可能你话。啊，好啦，这个上班的问题，讲啊半天啊，这个是一口话影响落来问题。对啊，哎，阵都讲过啊嘛，我讲你扛着个枪一口话，伊个早收清单洗稿，哎，都。可能会提这个物件来给你做阻挡，还要以凶逼情就对了。啊，这个刚才讲过，俺加讲也无多啦吼。啊，但是嘛，佫有人骗民众资，即条做上班的进口，啊，无这些物件。几啊种啊啦，几个月几啊种啊啦，啊，第三类的这样来啦吼。来，佫开始。嗯，啊，佫来嘛，啊，佫来开始。这个都政府的一小办法啦。这个上班菜市啊，有咧卖啊无？这个听众不到时当通话嘛。我刚开始去签。哎，那个什么，我以前北海道啊，什么挖不到啊？那个什么，新疆那个生鲜，哎，都挖不到，不会的啦，不短的啦，生鲜咱都无啊。刚底下那个，这个应该拢是木连棒包的啦。好了，进广告哈，那就明仔个倒转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哎，感谢，感谢。你好，喂。
郭太太哦。哎，是是是。我叫台湾人俱乐部，我有人，我阿仙啊。好。阿公，食咱的产品袂歹，要谈，就用一下。好。阿德，我讲无，你讲阮孙阿无吼。好，孙阿。那感冒就只会症状扩大，喉咙不好。好。而且你许多三甲药哦。嗯。都总好，加起码用，知道我用的。无，你食好食。几位啊？您孙阿是几位啊？关子老，哎，现在的正经你家不会交过来啦？哦，哎哎哎，少林街啊，少林街啊，哎，少林街啊，啊，感冒用黄龙化肥好安尼。哎哎，啊，全部用黄龙化肥好，啊，食你的几多山食了吼，很好，加什么？加这个降低咯，唔要不感冒过来。我安尼讲好讲好，啊，所以我讲，那有安尼人吼，爱你这啦吼，哦，就靠，如果哦。这个地婆啊，跟不地公来来上来两个，哎呀，哦，这好，这你家自己家，哦，这样了哈，啊，这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状况啊？吃了感觉改善点，哪个厉害？啊，我是跟你买贵阳粥哦，嗯，贵阳粥，我一个切，刚刚切到要到这样了，赶紧。我那个大，你叫问我，我食了安怎？我你莫在一食一段时间的闹腾，咱个心无好。对啦对啦，咱这唔食，咱这唔食。哎，一段时间的你也在当一进，一进就饿啦，安尼。哎哎，是啊，安尼贵太太加感谢您诶。啊，无啦，啊，这是个主要诶。哦，我知，主要就是恁的孙啊，讲较早人平淡无淡掉，拢安尼好，我们做事拢未好安尼。拢未好呀，我讲你过好，这进上十斤骨头啦。啊，就是十斤多三十斤等于。小阿布啊，伊阿咩小阿布？哎啊，伊因为是拢阮家买球啊，啊不得，伊咧给我卡过哦。你小姐讲讲，我唔过冇这资料咧，我谂我哋阮家就几下定啦。哦，嗰阵时我只系在做。哦，唔叫我讲呢度资料啦。哎呀，我话对呀，我卡过讲，你阿唔再冇啲资料咧，我讲我要我哋阮家一定咧。非常的感谢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这个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吼。咱拄只呐有正经就来听到，这对见证大的朋友吼，大家应该吼会感觉讲未足兴奋的这个见证，因为这是中国时段。以往底下的苏龙新山许多山的时阵的对啊，足够感冒。啊，流啊吼，小寡吼，较寒冷啊，是小寡吼，天气较凉凉吼，啊，都会感冒，啊，是平常时嘛，足好感冒。虽然信山、喜多山了后时阵，伊忽然就出过冇感冒过啊呢。最主要的是咱信山、喜多山，咱内底最主要的兴奋就是吼，侵害了海这个安卡金，所提的力行有战心的能力。啊！伊一旦增强咱的免疫力，增强咱的抵抗力，当然咱人如果嘛抵抗力也是免疫力吼去下降的，为着对啊，做到吼病毒菌来找你，啊，这病毒菌来找你，每定是感冒病毒菌呢，这所有病毒菌拢来找到你，啊，你的身体就那个轻了呀。你有使用性山洗多山的朋友，当然一旦增强你的免疫力，免疫力嘛增强的为着对啊，咱有。
主人里面的那种对抗病毒菌，尤其咱新番薯包装以这个健康营养食品，以来对最主要的关的是按卡进提炼出来新菌。以外，咱内边有一项，这个是吼车地的多酚儿茶素。这个车地多酚儿茶素，这嘛已经经过咱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的鉴定，伊的研究团队对2003年 SARS 的同时开始针对这个车地来做研究，一直来到这两天，伊成功研究出这个车地内底多酚儿茶素里面确实有法度能增强免疫力，有法度能增强对抗力，有法度能排斥吼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这嘛经过咱卫福部的机关杨志清医师的证实，伊真正有法度能增强咱的免疫力，咱的对抗力。听众朋友，刚才单是微信山许多山，伊最主要的关联。就是心态在给他安卡琴提炼出来的物件，有再生的能力，以外内底佫有青的多酚儿茶素，即正好物件。即种经过吼教授，经过吼咱卫福部的医师吼来证实啊吼，所以好物件都予大家知影，多多使用对咱的免疫力，对咱的迄、那个啊这个抵抗力拢有帮助，吼拢会当提升，尤其新陈代谢，尤其吼。啊，这个地方新闻总会有正常，好物件都大家知影了吼。啊，恁从这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0800-0500-668哈。恁最近有看到啊？这些诶，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发布的这个新进最新消息啊，你譬如讲吼啊，原本是65号以上当初第四期的武汉城，即阵嘛已经开放吼满50岁啊，你住第三期完已经满5个月的朋友，你即阵会当吼去有住第四期的武汉城，包括吼咱今日看到报纸迄张，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每一群有咧欢迎交代吼。咱厝的囡仔，厝的囡仔吼，咱当初防疫的囡仔赶紧去服住吼，疫情啊，疫情病毒是无咧等人的吼，啊，当然有家庭伊会去吼啊，等人，伊最主要伊咧小比拼嘛，伊感觉讲啊，对这种病毒的吼较好，较无副作用，啊，对这个啊预防较有力吼，安尼比较咧吼互相是观望比较咧吼来吼啊做比较来做单台，但是咱讲讲有通厝的建筑吼，至少你先住的，会当去增加你的保护。但吼，会当确保讲，你去感染着吼，比较较袂变成重症头的；你去感染着比较较袂吼死亡。安尼，我今麦先做了对啊啦吼。啊，这样啊，实在你可能讲因为8月、9月 BA.5、BA.4 的这个新病毒，有可能过掀起一波流行，所以赶紧做就是安尼。当然，另外医生专家嘛，拢一直在在你身边交代，咱家己免疫力、家己抵抗力爱做好好都注意预防下，以外就对啦。你家己抵抗力、家己免疫力一定要做好强、做好用，安尼看我同对面家一定得困。圣山许多山红绿花可真好物件，咱平日间人咧听这个见证大兵。你拢知影吼，咱免阁直接去讲啦吼。咱从嗰边付费、缴费、转刷订阅，0800-0500-668，0800-0500-668，那非常感谢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台中朋友们，所有的听众，一首真好听的第一歌曲《黄飞雄红台北桥》。Thank you.
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一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哈兰哥继续大家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这边咱们个报一篇这个台南的地方新闻哈，台南市的二零一五年啊，迄一冬啊，发生了天高热的大流行，造成百外名的台南市民大呢来往心虚啊。历年来，台南市市府吼，伫即个热天时啊吼，针对着登革热，就是天高热吼的防疫，非常的重视。也当讲每一年的台南市长吼，拢总在意这段期间。啊，今年咱就看到即个台南市府吼，又搞一个新的政策。即、這个新的政策呢，就是吼，台南市的天高热吼，有来即、這个啊，做一个。的思想含这个网络有这个连线吼，啊，就是咱若有拿手机啊，咱若伫台南市的每一个所在，只要你若有看到对答吼，有网啊，啊是讲网谈吼，你拿手机啊吼，甲翕起来，啊团队吼，这个专门登革热 AI 防治 AI 的平台里面就对啦，一随时会甲你回报，伊会甲你讲这只网啊，
这只蚊虫，伊是毋是登革热蚊虫？啊，那是的话就对啊，你得当来参加抽奖。这边吼，咱也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下啦吼。这个登革热，这个灭蚊有 AI 人工智慧科技的新来器来啊。台南市府呢啊，甲着经济部工业局啦吼啊，保育林科昨天来发表着全台湾第一支全民吼登革热 AI 防治赖的平台，邀请大家做伙来找蚊啊，来找蚊虫，将你摄到的蚊啊，包括蚊虫的对啊啦，的相片吼，通报对这个赖的平台去，啊，通报去的时阵会当做比赛的对啊啦吼，啊，未来会当做抽奖的对啊吼。当然，这就是咱拄只讲的吼，啊，咱要安怎样加入这个 line 呢吼？咱听众朋友吼，你会当加吼，拍专门登革热 AI 防治，啊，咧你到我多人进入这个网络吼，啊，如何加入？我唔知我未加过，我等下今仔去第一道看到吼，啊，你个加入未来，咱也伫台南市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你有看到网啊、网谈啊、好啦吼，啊，你个听起来，咱即把手机啊去上网做方便嘛，你起来了后，你就加吼。传你这个平台去，啊，人就随甲你回消息，讲这蚊啊是什么蚊啊，是这个天狗这个蚊啊，还是一般蚊啊安尼尔吼？啊，如果那是天狗这个蚊啊，咱就会当随时吼参加抽奖，啊，抽出来是什么奖，会当得到什么大奖。唔知呀，冇冇报呢？啊，所以咱今日讲，甲咱听众朋友啊，恁来甲做报告啦吼。当然，最主要唔是这个奖品啦、啊，就是你防治天狗疾，啊，发现到有谁会当甲你做这个做啥呢？看脱离啊，先讲以下呢。我天狗咧，就是所有的蚊啊，拢会传染你咧。对啊，传染啦，埃及斑蚊，大家有啥白线斑蚊嘛？吼、这个是真够讲啊，都好好一出钱啊。这边蚊啊加多吼，每一年天狗咧。对啦，每一年。你用做爱心啊，讲一下哦，什么埃及，什么花都咧，有料，异性就靠机会。对要做一个做建澳水模型，这样来看唔好吼，这样较太容易生。啊，咱就挂坑里外口，你将来接水有个表达，我卖表皮最高啊都有，表达多哩，很棒，这么高，哎，我无事，对，不要这么单，买卖都水啦，我一年当个半门子，当个十个单，对啊，这较早这个就做三年。那个幺零啊，吼，伫外口都有饲一群蚊啊。无啦，阿爷啊，咱外口都有一个迄落上，迄个水桶，水桶对啦。啊，水桶了后呢，就甲监视看卖啊，吼，甲开一阵啊，后蚊啊去放人。啊，真正你啊，放放个料都绝料，再幺零提一个多的，我讲就甲砍掉了。啊，砍掉这个蚊啊，孵出来了有吼，孵未出来。孵未出来，阿多点来对，啊，结果我阿在外边摆。我在录。过了大学啊，对啊，那当然，这蚊啊，这什么是这个人类的这个这三年，我多谈完全消不掉的物件，我多，所以那个选这个价格没价值，你让他多价，让他白价，你让他价，我来聊不掉，我来看蚊啊来混价不？嗯，来，这蚊啊包啊，蚊啊包包，好来，来，谢谢哦，哎，你。新北矿山艺术季系列活动在水晶酒、猴童、平溪热闹登场咯，时尚、地景、艺术等表演，让你体验多元文化。不止文化行旅，还可以走读青春山海线。即日起到8月14号，活动期间也有住宿与购物优惠哦。来一趟水南洞金瓜石九份的水晶酒之旅，好滴水晶酒哦。活动详情请上黄金博物馆官网查询。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你是想去爬山，我蛮想要参加。爬山健行是足好个户外体育活动，不过一定要小心评估。各地体能条件，早适合装备，做好计划，买看天气的状况。我即马就开始逐天锻炼身躯，做好准备。
就好诶，安全是爬山诶人家己诶责任，无论是悬山也是高山，要上山进前，拢应该找有经验诶领队，也是请专业诶带路人，安尼才会当快乐出门，平安倒转去。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服务。阿公阿妈，你也为着煮一顿饭，是早较无用到腰酸背疼无？我是工程师啦，航班主角。自从我买了青草熟食包了后，下班的暗顿就足轻松啊哦，因为退冰就会当食，退冰就会当食哦。四款料理，要食啥就挑啥，连我查甫囡仔拢会当五分钟就煮菜。哇！阿公阿妈，你一定爱来订青草熟食包，退冰就会当食。0800-893-893，0800-893-893。爸，你开车载小美出去，爱系安全无哦？在啦，我都有滴啦。迄大台车有内轮差，司机拢有视野死角，定定无看到边仔的车。你开车一定爱离迄大台车较远的哦。好好好，我会记的。嘛唔通任意变换车道哦，要变换车道还是蹲弯，爱提早拍方向灯，看下后照镜，确定后边无车才会当蹲弯。对，开车爱细腻，才会平安无代志。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哎呦，这么多人哦！帅哥，我在赶时间啊，这张北水厝的水费要过期了啦！直接扫描小单 QR code， 立即免排队，新办电子小单，每期也可以当省十块。这么好！而且第一本新办北水厝水费电子小单，也佫加上两张自来水很久的门票，会当刷双去省水哦。赞啦！我马上来申请。以上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广告。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左在中89.5，快乐左在棒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现在时间9点整。七哥要来介绍给你，白砂岩牙膏，白砂岩七哥，吹破细嘴老花，气化不正，敏感性平，口臭牙周边，来个炎龙有真好效果。我40几岁时阵牙周边严重，我用到今啊十外冬来，安尼拢个用这条白砂岩牙膏，即阵呢已经60几岁，我吹气化过个用用用，吹气过个再个再，医生讲我今啊气化是健康的，你有要用看卖无？叫的专线台南控六79450079，台南控六79450079，感谢你。好嘞，感谢啊！在咱宁波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后，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部录播的节目现场哈。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把咱做接听哈。来，今嘛呢啊，咱就来看张松啊，张老师要来做一个电话连线哈。咱就要进行的单元，张老师的时间啊，咱接着做今天要来讲国际的潜规则啊，那个来这边卡起来哈，开始哈。好了，今天
要来讲这个台湾哈，这个咱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主管独立的国家吼，那到底是到底边啊？看当真真正正安尼成一个国家吼，啊，大数据去参加国际的活动吼，哎，咱再来看张老师安那甲咱分析啦哈。来，谢谢哈，好啦，应该我分享这个哈，来，张老师。喂，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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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但是到一五空空年，所有的大行开始来开始要啊，规个世界逼迫啊，逼迫用互相往来啊，特别是大行的时代五百年的中，要到一半上，都世界发生了所有的产业革命了，产业革命，而且一直七六年开始，啊，开始出现了工厂啦，啊，工厂的制造物件啊，需要原料啊，大家都卖来卖去啊，吼，比如衫啦、机械啦，包括咱台湾的地理啦，原来运到世界各国安尼，这拢是国际化的开始。拄只两位大哥提起的讲哦，最终，最终就是国际化。来对，标准的这三文啦。咱台湾的雪中景色拢为日本留落来。台湾的雪中师傅拢是为日本的西口下这间大经的关的，一盘内底西中的部门也留落来，便宜二位啦，拢加多的多顺啊呢。日本是为倒来，日本叫雪中叫西米洛。西米洛，西米洛是因在明治维新以后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物件，啊！伫英国遐吼，啊，看了雪中。英国是全世界上界早工业化嘛，上界早工厂啦、工业的生产拢是为英国遐来。迄所在时开始出现的雪中是180年前，大概在1835年以后，也是火车发明以后时，工厂大量的生产的时阵，开始有雪中。雪中是伫英国伦敦的西区吼，开始伦敦市区内底。西边也有一个所在，英语叫做 Sevilo 啦。日本人从英语拢会读较重音，他讲 Sevilo， Sevilo 啊。所以从雪中叫做 Sevilo， 是因为所有雪中拢为这个所在来 ，Sevilo 这个所在来。到目前为止，还阁有38间的百年的老店。38间的百年的老雪中店，伫这所在，全世界所有讲今年要利用什么，明年要利用什么，拢是一支在雪中店三年前所定落来。是。所以现在就已经无法度定出三年以后全世界雪中也四样颜色流行什么款。是啊，所以不讲跟你能够提高的这雪中，我想说雪中真的是国际化做标准的这个三本。咱今日讲啊，台湾现在大航时代，规个台湾往那进入国际化嘛，啊，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啊，咱台湾是一个靠国际贸易啊主要为主的一款产业的国家嘛，所以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咱嘛作希望会当加入国际组织，但是像两位大哥讲讲，奇怪呢，咱为什么加入国际组织？比如讲咱 APEC， APEC 每次你迄领袖会各国的领袖拢去啊，台湾偏偏啊无法度派出门去，派代表。为什么咱家里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阵啊，中国排第143号，啊，咱一定来把咱也来排第144号的会员。包括了美国的军演，26国的军演呢，其中有多少国家是？讲到台湾比都不能比啊，我常听嘛，没听过。什么的汶莱啦，东家王国啦，全拢有参加嘞。有啊，咱台湾，唔想国会就警告就赶紧叫行政单位来邀请台湾去啊。对啊，为什么唔爱邀请台湾去咧？
啊，这是诶，这足，咱今麦是足离谱呀。啊，台湾只有足些通派有关的政治人物，啊，加有关的媒体工作者嘛，定来甲咱质疑讲，诶，啊，恁出来问政府，恁讲日本对恁做好，啊，无日本也无爱甲你建交，那无甲中国建交，我咱只唔知咱怎甲回答。讲，啊，你讲诶，虽然拜登政府对你足好诶，啊，为虾米伊无爱和你参加因即马推出的这印太经济架构？你讲 CPTPP 啊，对关川普退出了嘛？有日本的主导卖讲，啊，即马家是拜登政府国所推出的这印太经济架构 IPEF， 为虾米嘛无爱和台湾参加？啊，你？咱家唔知咱怎解应，咱今仔就是要来讲这议题啦。咱哩即几个机构开始来讲讲 APEC， 这个是中外成立的哦，一在1989了是天安门事件迄年成立的，是规个关的，伊个全名叫做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简称叫亚太经合会啦。英语叫做 APEC 啊。APEC 是拢共有21个会员国。台湾当然其中之一啦，啊，到1993年的时候，就是伊成立以后的第四当多换美国做主办国，这时阵的总统多是关的，伊选的克林顿，克林顿人提议讲，咱 APEC 内底有部长会议，有专案会议，有学者专家会议，为什么无是领袖会议？啊，无咱今年开始来用一个领袖会议好不好？各国的拢领袖拢来，啊，大家拢嘛赞成啊，啊赞成好啊，所有会员国咪接着邀请马邀请台湾啊，台湾要派人去，就是讲安稳不爱去，以前讲安稳不爱去，啊你也无得个安怎啊？啊！伊就讲伊无爱来啊，为什么？中国伫后面咧甲你扯后腿嘛？中国甲伊讲吼，伊若互台湾去吼，啊，咱就拢卖去。啊，好可能就家己去查，看伊要查有啥物即款咧。啊，咱唔通忘记哦，咱在1970年的时阵，被逼退出联合国的时阵哦，迄时阵全世界百外国家内底先哦，差不多80%的国家拢徛伫中国迄边哦。敢若有20%是徛伫台湾这边哦。啊，剩即20%的国家慢慢过中国跳下卡。提瓦卡，提瓦卡，咱后边到起码195个国家来对，台湾这边有20个名，啊，台湾中国这边是175个啦，所以伊要算人数，伊永远是赢嘛，伊的国际组织本来就是要算人数啊，算人数伊是伊人多啊，伊人讲啊，既然要邀请台湾，咱买咱地主，咱就卖去来参加，因逐件拢是搞这套，逼迫台湾之后在危机底下，所以迄时阵 APEC 的选克林顿提这创业选就讲来个台湾参详讲，啊你若无吼，恁派代表，恁讲恁领袖做无用的，我们自家人来，我派代表来，哦阿来唔是辜振甫啦，哦啊一关的宋楚瑜啦，张东南，所以拢代表领袖去参加领袖会议，啊参加迄会议叫做非正式领袖会议啦。台湾人会讲啊，非正式，啊，这不是正式的文件啊，有去无去嘛？文件无呢？这非正式哦，用一翻译，安尼无恰当啊，正式是非正式的领袖会议啦。就是讲，这会议不是在章程，但创立时候的话，1989年前创立的时阵有规定的，您的组织的将领顶头明别规定讲有部长会议、专家会议、有诶无诶会议之类嘛，但是就是无领袖会议，啊，领袖会议是后来用的，所以叫非正式的领袖会议啦。正式对话的对。啊，咱讲翻译成非正式诶，我会讲啊，迄种是正式诶，清清菜菜，无咧，迄是足重要，足重要，但是台湾无得参加是必必。在历史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分在共产那边苏联为主嘛，民主国家美国为主嘛。但是中国后来跟苏联完结时，伊家己行第三条路，伊去有一些亚洲、非洲跟拉丁美洲，叫做亚拉非第三世界的国家，这国家拢较小，较无重要性，你国家嘛没有画画的余地，伊拢潜在较细粒的吼，
啊，当他们的老大哥。嗯、所以就是讲，美国维系的民主国家，苏联维系的共产国家，甲以中国维系的亚拉伯第三世界的国家。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咱国际顶头那边亚洲的选台湾另外一家输，因为伊是亚拉伯的老大哥啊。因为虽然国家拢无大无重要，但是因数量侪啊，江西人啊，迄数量不得了啊。啊，所以在这国际现实之下，台湾那边参加足侪国际性的做这个选，拢中国来抵制。啊，有足侪国际性的做这，因个有些错，因有些讲咱很难接受的条件来讲。你要理解不理解选会员都要全部同意，不是说一半同意哦，说普通委员是说啊过半同意就可以了，但是在国际性的组织全部都采用共识决，哦，就是大家全部要有共识。比如说咱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以前中国是第143会会员嘛，咱第144嘛，也是说咱中国跟台湾加入的时候，之前已经有142个会员国，这142个会员国来，这是每一个国都在动用，只要其中有一个不同意，你就out了，你就不可能参加。所以台湾的选，你说你要来争取说不爱，我一定要站在中国头前，中国给你医疗给你，你都没学会你去嘛，因为140个国家来这一定有人反对嘛，啊，所以比别就是比别，为什么比别就是说，因为亚来亚洲的选，咱一定输人，咱一定输人的选，接下来归咎到原因处理蒋介石，蒋介石之前在2500的怪异文的选项卡出来选的是最的错误的一个外交决定了。人家美国啦、沙特阿拉伯在国家拢讲，哎、欸，阿无咱双重承认啦，哦，啊，承认中啊，承认恁台湾啦，就在这里行为，外巡哦，从整个国际外交社会全部撤走、撤退哦，撤退中国的钱给你打得起啊！你本来亚拉伯的最人的比例较多啊，你一旦撤走，他全部进驻，所以台湾这些，咱家里1970年2500的国际文巡，台湾那个35国支持哦。之前过来八张，连日本、连美国全部跟咱断交哦。连交阿辉贝尔钱，就甲别个交阿辉贝尔钱，算不到30个国家。阿辉贝尔交阿贝尔钱，存到20多个国家。佮经济的一关的马英九到今卖钱哇，存无到20个国家。你195个国家内底，咱迄比例干咧存一成咧，咱中国占90%。所以要参加在国际性的组织，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啊，你讲啊，不可能的，咱委屈吼，比如讲 APEC， 咱委屈参加，但是 APEC 迄较无重要，因为迄是一个论坛啦。论坛来讲，啊，大家来开会，大家来谈一谈，表示一点意见，无什么实质上的用意啦。但是咱后来加入的 WTO 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哦，迄是足重要啦。迄包括规定各国的关税啦、贸易啦、一些往来的规定，全部拢清清楚楚。这时阵，咱在形势比人强，就是讲中国伊的外交当家国际嘛，形势比人强的时阵，咱是国较委屈的竞争，在美国、日本在甲咱斗三江之下，咱则勉强入去。勉强入去的时阵，像 WTO 以前规定讲，所有的会员拢同意嘛，啊。大家会员全是多数拢无意见啦，但是其中13国是有意见的。这13国不是讲对台湾有特别意见，是讲要来跟咱谈判。要来跟咱谈判，讲你台湾你袂使甲当什么无无力，也是甲要扣高关税哦。哎，台湾事件，国家内底三爻是虾米较大，啊，你台湾较大，咱互相来参详安尼。比如讲，每一个派出去跟人谈判的迄个小组，拢有四款人。产官学社、产业界官方代表，啊，一般产官学术界代表，啊，社的是讲社会大众，一般的是讲小会家，产官学社器官系如也代表，拢站迄个小组内底。台湾无，台湾的选，干来一关的官方，啊，加一关的产业界的人，啊，学者嘛是一两个尔，啊。社会大众更加完全没有，所以去跟人比如跟韩国谈判时，韩国讲，我们这马车哦最多的哦，我们国内一款汽车排最少的，你袂使再感动哦，你袂使感动，你一定和我们的车来配入去你台湾卖。咱台湾讲，
这阮国家内底吼，汽车界吼，政府压力是足大诶，伊是压力团体啊。吼、嗯哦，你卖啦吼、哦，你少互阮动一下吼，规、哦、定差不多八单十单吼，啊才达到你要求的标准啦。啊，我有者时间来慢慢来开放就对啦。啊，我其他放水互你。哦。啊，放啥物？放就是无压力诶，在产业嘛，农业。哦。所以韩国诶水啦，啥物迄时毋是开始拢大量的进来？嗯。就是安尼，在谈判的过程，用一些比较没有压力的东西去交换对方提出对我们国内有压力的一些产品。嗯，啊，总之这些都不应该。对啊，这种牺牲是真的牺牲农业啊。对啊。嗯嗯嗯。啊，所以在这情形下，咱家里 WTO 啊，但是虽然是安尼，后来咱慢慢调整。其实咱台湾退农业方面，唯一一个关退趴下来吼，就是讲绿肥绿。因为北越群呐，外国的白银大量进来吼，咱台湾进北越人大概也多嘛，因为太俗了啊，所以咱选有甲规定，到落尾谈判到落尾选，咱讲啊，不然开放8%，开放8%给人滴来，啊8%以上，阮台湾挡袂掉啦，恁就要谅解，啊人伊喜欢那有谅解啦，讲好啊你来8%的数量，啊8%安怎算？你要加你以前前三档，你每一年平均生产偌济？台湾每一年地理是生产180,000-9,000栋，180,000-9,000栋，八趴是144,200栋，144,200栋、嗯，开始第一年一定要进口144,200栋的地理。啊，你讲啊，民间的进口呢无进口安尼济，你政府来就去塌。哦，你民间的进口无够济，你政府一定要甲塌到144,000。七八里个讲啊，这是当时跟人讲的条件啦。但是最重要，因拢不爱公布啦。所以，变成咱国内咱有各行各业的人嘛，汉尼一旦了解讲，哇，恁这 WTO 小组去跟人谈，到底是谈什么？到底是对什么有利，对什么不利？伊那拢不爱讲。你是讲你这个张老师的意思是讲，政府答应要进140,000栋的时阵有无哈？哎，那阵民间的贸易商伊无想要进。政府家己要塌不够啊，对不对？塌不够，哦，那个塌不够啊！即加咱咧讲，那个 BD 无同啊，吼 ，BD 虽然开放来讲，但是咱个进口商也无得进，就无得进，对不对？无得进就留一罐咧，就刚才我在配呀。即你第一年是安尼，第二年也行话，只要日本个韩国拖下水，因为日本以前因为那有米嘛，家己我那有保护嘛，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保护时间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才开始在保护你啊！以前跟台湾又到庭讲，咱到庭都用关税配额的方式，用关税来代替配额啦。啊，所以咱就按比拢自由啦。问题台湾人敢那也无讲爱，该食开国币啊，出国人币，依靠啦，但是也无讲介济啦。啊，不过咱台湾的币原来当出口到外关，我都用港币，港币意思啊。咱开放，咱也爱买开放的市场，对。啊，所以咱就卖伫台湾的超市来，对你啊看，哦，各式各样的水果咱拢食会到呢。像这个夏威夷豆怎么讲？澳洲奥克兰豆，他卖假的，其实蛮有进口啊。哦，土耳其的杏桃啦，什么各国在美国一关华盛顿的樱桃啦，我们不拢拢丢这个嘛？哦，这是规个国际化，就是在这情形之下形成的啦。啊，形成讲，你台湾家里你一定要遵守这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是讲中国一定会扯你后腿，你一定要委屈，啊，无你就卖想要参加。啊，你有委屈的时候，就要在委屈来去寻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嘛。所以，加入 WTO 虽然是委屈，但是对咱的国内关的国内外贸易哦，还是生产确实拢有帮助，确实拢有帮助。所以咱即卖，一般 COVID-19 啊，就是讲中国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啊，确定严重是咱台湾的外销。每一种行动，你像行动的受力拢那个不得了啊！就是其实有很多是因为，咱家的 WTO 嘛，你 WTO 的资通性产品到2000年开始全部都免关税，不管你配掉对几国家，咱敢不也好，敢不也好，资通性产品全部免关税，就是因为这个免关税和台湾每一年外销的资通性产品，而且不得了啊！这下是不得了啊，带动了国内来的生产加关的港人。哦，定的是，
啊，所以对对经济足大影响。我讲啊，有得必有失嘛，就是讲，这个反正到目前为止，因为扎尼、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个人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台湾在国际外交全面撤走，啊，导致了今天你家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也能留下这个潜规则。啊，你都一直跨不过去嘛？啊，这个潜规则要如何来突破呢？对啊，对啊，比如讲，咱日本本来美国所谓的一关跨太平洋进步伙伴 CPTPP， 后来搞日本美国退出了，川普这 CPTPP， 因台湾讲啊，不使你台湾不再参加。到现在拜登伊用的 IPEF，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还不使参加。奇怪，为什么未想参加？是啊，你要参加，原来有足多国家讲啊，安尼阮无爱。啊，你看物件本来就爱较侪人参加较好嘛。因为巴西的 CEO 同时咧讲足清楚，讲在利空，通过疫情，自动性产品全部免关税，但是其他的产品也阁无得免关税嘛。啊，其他的产品无得免关税，唔是 WTO 的意思嘛 ？WTO 是希望讲不管任何的产品拢全部免关税，迄是伊的终极目标嘛。等要不最高可以顶多钱啊？不一，他希望乐观说各个地方拎进两个国，而且进了二十国，因合起来变成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尽量免关税。哦，因为呢，全世界成立很多这种区域性的啊，有的是七八国为家，有的一二十国啦，愈来愈多，愈来愈多，到到尾 WTO 要进行所有的产品全部免关税权，足简单的呀。水到渠成嘛，啊，所以这么来提倡，鼓励各个国家各个区域吼，啊，您尽量都结成区域性的这款贸易联盟吼，啊，当免关税为主嘛。啊，但是这两个台湾拢无当参加，是因为台湾要去参加的选，有足个国家就要讲伊要退出。啊，美国就甲咱按打讲，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甲你谈吼自由贸易协定，咱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啊，你就间接会当靠过阮美国，原来会当成为规个世界去嘛。是行阿路就对了。这是美国的，所以美国开始足积极的，跟咱开始要谈这个咱家野关的自由贸易协定啊。我本来已经动十八万年嘛，是，就起码开始都开始在加速进行嘛。接着跟他太平洋军援赶快啦，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将运来啊，像东家，无迄是虾米国家，迄个比台北地较绿的人搁较少咧。啊，也当参加，咱台湾袂当参加，咱台湾根本就，咱是第一岛链呢，咱是二组中国向整个太平洋进出发的最关键的一个地位。哎呀，攻略工作重要呢。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在六个的选吼。因美国开始，本来以前中国拢有参加，但是美国后来无让中国参加，是因为中国一边去参加，一边拢派两三只情报船，你边来讲收集资料。这款的完全没有一种国际上是没有一种一款参与国际社会基本的一个道德跟伦理啊。一边参加，一边各样偷人的技术，各样偷人的情报，你看这款国家现在，所以现在已经不好参加。啊，不好参加，你讲啊，为什么欢迎这国家？请先哦，规个太平洋军演哦，分成三个层次啦。第一个是主攻部队，主攻部队的美国、日本、英国哦，啊，该关的澳大大利亚，这几个国家是主攻部队，所以已经开始捞出来。火领地跟军港都是主力在攻击的啊，但是攻击需要补给啊，你如果要补给吧，补给就叫第二线的国家来补给，譬如说泰国啦、马来联邦啦，就马来西亚啦，那肯定叫马来联邦再来补给，包括印尼来补给啊，你说啊，不然你叫问来叫东家几个同样他们要做紧急基地啦，紧急基地就是说那开始进行拉下来，假想敌就是中国嘛。中国已经怕美国你的航空母舰嘛，中国已经怕你的基地嘛，怕伊的基地已经怕日本上盖南边的春日基地，迄是日本南边上盖重要基地嘛。啊，怕奥克纳瓦加索那基地嘛，迄是美国有关的琉球上盖重要的一关空军的基地嘛。啊，菲律宾的克拉克基站嘛是绝对怕，台湾嘛是在因怕的管理啊。啊，你菲律宾基地叫我们怕去，你看菲律宾的。奥斯啊，在全收在内啊，啊，所以因来做紧急机场。美国即马发明一种紧急机场，是六点钟来做好，六点钟做好一个紧急机场哦。
我就讲这不可思议啊！嗯，小弟当年咧做干兵啊，干兵迄时阵都要做高速公路嘛，啊，高速公路才开始讲高速公路要安怎做，啊，因为阮干兵的关系，再说迄道路顶头的安怎做起级的道路顶头的安怎用压路滚，用羊足压路滚，安怎去做，安怎去做，到后尾才达到一定的硬度，哎、欸，就是做一关高速公路的机场临时跑道。是的，那是民国六十多年的时阵，但迄时阵也都咱拢民间拢也个唔知，迄个是要做紧急跑道嘛。正比跑道。嗯，哎、欸，啊，但是迄咱做的是以后先才知，即马你若讲一旦发生了战争，要做紧急的一关的机场的巡，运是六点钟，用大型的运输机把所有的工具人员全部一次运到位，开始就开始展开了其他各种那个开各个部门开始来做六点钟要跑到完全人员进驻，包括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全部都驻守在当警卫了，因为我都缩到专间，所以就东家就问来，他们是准备要做紧急基地使用的。紧急基地包括了紧急飞机场、紧急港口啊，所以我也参加你的了，各扮演不同的角色啦。啊，台湾你家就是讲，因为美国有开始要招台湾，但是泰国啦、啊、关马来联邦啦、啊、汶莱、甲印尼，所以讲啊，安尼来，阮无方便参加。哇，你无你参加啊，规个军演都未够，那要准美国甲日本，啊，那要准美国甲日本，澳大利亚无得干脆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台湾四国来联合军演的话，啊，其实咱台湾的军事甲美国军事合作是足密切的，那是拢对外面无法度讲的啊。咱南边的时阵，迄款的美国的款潜水艇完全驻守在台湾南部啊，咱台湾的南边啊，就是菲律宾的南边的巴士海峡啦，巴士海峡遐是。立出世界大战的时候，莱特湾海战呐、啊，四天三夜的莱特湾海战，将日本全部把它打趴下去。你看，出动200多架的各式各样的军舰，700架次的飞机，在四天三夜里面把日本军打得全军覆没。可以说在今麦美军哦，登机哦，登机拢有12架的一关的潜水艇里过里下，6架是有人的，6架是无人的。所以中国打算要出来，要出来，塞过人机出来，一定经济的所在，他就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呀嘛，因为全部都出来嘛。咱的巴士海峡给他，深度是800公尺，上该适合潜水艇的嘛。所以在规个演习内底，反潜水艇，原来是足重要的部分，包括了因的飞弹，因为中国今麦来会当攻击的美国的一定是东风21型、26型的嘛，可以当攻击足远的。但是迄有一个态度，就是讲美国该看一点。你从头到尾全部的演习都打一个固定目标，你没有办法打移动性目标。在中国的长风21跟26啊，那你这准啊，你经常有的炮尾丢啊，你要固定踩人家，这准不是经常打你炮尾丢啦，你不要都寻标啦，不要都告点兵的时候再去寻找他的标的物啦。因为呢，一寻标一速度的一定慢的啊，他速度就打不上了。所以双方在这边斗智的时候，台湾在私底下跟美军形成了一个，私底下不对外面说的一种关系跟一种往来，其实是目前能够不管是军事的联合吧，还是经济顶头的国际性的组织，是唯一目前在走的一条路了。是，因为是八条路人行。啊，同阿拉阿拉委屈啊，继续在委屈。好，我今天就报告到这。好，感谢啊，感谢老师啊，感谢哈，好来好，来咱来进一个功课啦哈，感谢钟老师，来咱来进功课，随个等等来。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用知识大的时间，我们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现在是广告时间，要来介绍我们新人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家产品就对，欢迎为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好像是20几档了，用知识大好来给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20多档也还在风行，经过30档也是还在风行，因为我们人的人体就对了，不足就对白天一定差不多离开了，所以雄狮多，什么人吃有效？十当后也是赶快吃有效，所以狮多山是非常值得咱雄狮多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对。因为咱人的身体哦，吃过这个物件是不得了了哈，我唔知是好阿歹，唔知有杂质无，我唔知。所以吃落去了，当当讲报纸那报，我
要求啊，什么人做这个要求的红家啊？农药、植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的巴多来的毒素，那都唔猜，吃的是巴多来。所以说最近年纪哈，你根本当不注意吗？身体不调理吗？所以有人有的人哦，干嘛讲？哎、欸，我的四五十岁呢，我身上在治着高血压，身上治着糖尿病。哦，啊，是啊，机能某种有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情绪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是啊，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这样哦，这真正哦，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情绪大，正来才种朋友，人有得了吼，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啊，心应该是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就是心应该是不顺啦，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注意的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就再调个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顺舒，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对。但现在公司是多少一张制高价？难度性比我大概怕什么地方？想不拢可能公安那里刚才公，哦，我怎么吃着七多山吃七多时间了后对了，一头给做水，体力给做有，精神给做好，从详细话，迄个蜻蜓在下顺顺，皮肤那太水，那没顺顺，皮肤不可能水，咱公司是落去安尼。我做人难看这个病呢，病啊是有更强，我这人心情就有；病啊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种来用去说，但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不对就是去收台了，对哈。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态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愿意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伊调整做成啊，调整做成啊，吼，以许多山就为主吼。我们骨手骨头，你骨头咱就怎样吼来训练啊？这是顶骨空啊，那骨皮骨肉那不一样。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了，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别看你走呢，别看你徛呢，别看你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医疗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中间易破的掉，所以这真重要。能够说做保养哈，我你介绍，能够说好你的掉。这今年的第二代，今年的第二代是你话这集团哈，重新研发的掉。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没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你升温开关，所以个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去好这个热工灯，包括在温度底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一黄素、硬黄素这种物件，伊升温会保持开关，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就做得好好，第二代收入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美国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的，所以别个吃，咱来吃收入较好诶，较悬诶，今日变了第二代，好、哦、感谢哈。喜、哦、乐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洗咯，未咱未使有先洗咯，喜乐通挂灯做好用就无唔对了哈。我报喜乐通会员。这个会议按摩木，我在这里讲，大家跟各位讲个对。会议在咱的会议今日流通，包括像连贯的会议，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做不起啊，哎呀，你一两粒尔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时去中途去加两粒安尼，足简单就是安尼个对。啊，何里保持这个会议的流通，会顺顺，没有漏口，卡没擦的，擦你心中好不好？擦就加力，啊擦你脑啊下力，安尼个对。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哈。一六千，我报一六千，多顺给
他们说朋友一项尔，你无算，你无算，家己咧帮你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咱叫保顺个地方用吼，贵昂所，贵昂所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细处见才装备，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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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你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烧啦，种种啦，啊你若不烧，啊无流鼻水，咁不时咧规工咧，咁头壳拢未爽快，未清爽，你就晕啊，你就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冒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是头壳未清爽，你名有可能是回不到，听袂贫血。所以雄狮团那是有这竞争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吃火红素就简单了掉。早含两粒，上个下到时啊，不吃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火，会当有补充起来，火你身体火火机能的运作个正常的物件。火红素，感谢哈、哦，有点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感谢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空不空空空五八六，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公室是咱从这边呼呼的叫的转刷屏了哈。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很多朋友来做来欣赏，是有请好听的台语歌曲，一首呢就是咱台南市林太太来点播中天军演唱的歌曲《离别之夜》。
伴，无情的酒来，感谢啊！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哈，电话在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下卡过来，恭喜侬的幸运，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阿边时间呢，咱有完。同款啦吼，可用可以的电话，像种朋友任何意见的表达，也是咱这个新闻秘书啊，要来给咱做补充的啦吼，也是咱家有甚款的看法，啊，拢欢迎电话甲沟通啦吼，啊，咱这个接听可以的电话了没有哈？来，感谢来，什么物件？真好电话哈，26995六哈，台南的电话，我们查平了哪位卡，他麻烦加起来空六来，感谢你。你好，喂，通过，哎，你好，你好，你是我们家单，你好，哎，什么？我过来做统计，做发展哦，哎，好，还是啊。我是你讲，我到这个是你讲的我。是。你几家六点钟就在做在那？啊。六点钟啊。嗯。你需要在动的我。需要在动的，动不动我。嗯。需要扫地的在啊。是。没得爱白啊，阿爸白头啊，扫地的在都在做嘞。哦哦哦。那。你有这个好的多少人啊？嗯，我听这个美国还在讲。哦，你是内行了，好不好？我没有那个文化的嘞。哈哈，文化的不买别的讲。是是是是。哎呀，你那个讲，打不起这个战争了。嗯。怪怪的。哦，是啊嘛。啊，那后边几个人没来，是说他怪掉我。嗯。哎，还是没那么欢迎我。我最喜欢啊，爱最吧，强啊，亲切我，啊，没什么，我也这个人啊，他一般的比赛啊。我今天算计不了了，没有了，没有，没心肝管。对的，对的，好好好，谢谢，谢谢，谢哎，大家好，啊，我咧讲诶，只吼，只出最上吼，出卖台湾诶政府足严重啊，内心通话贵啊，通话贵着用贵啊，哎，陆海空军拢有咧，哎，二十外工钱有十外个咧，都坏蛋都鬼孽，真好过几多。哎，拢甲用伊来讲哦，这吼严重危害国家的安全，你知无？啊，政府吼到即马吼无规矩个，因即马薪水涨起啊，你知无？一个月退上拢十外万，要一二十万吼，啊无敢停钱，无判刑，啊政治拢抓着，啊吼啊无几个乖，啊甲政府受个伤啦吼，在台湾足危险个咧，你即马搁逍遥法外咧。真太重安怎咧？为个去咧省造云啊包二啦，啊是台湾两三个、三四个毛退将啊，欺负台湾人啊！哦，啊我就讲几啊间啊，你早起来讲骗去过一个米粉啊，就讲胡咧，咪真嘛作罪啊！嘿嘿嘿，啊怎么处理啊？哈，咱这咱这大哥是还是爱跟你讲一下哈，你安尼讲干啦，像民进党执政都无效果安尼就变吼，拢一直偏流弊咧，迄个就做较早迄种有啊东西嘿，国民。动迄个盖洋嘛，就是恐怖的时代。即嘛是民进党的执政，啊你安尼一直讲一直讲，我听得到就刚刚说民进党说执政拢无效果安尼个对，吼、哦、噪音啊噪声量超大啦，啊什么种种，我安尼啊蛮硬强硬皮的时阵吼，啊即嘛那是有什么问题的时阵，即每天嘛是坐啊呼吸啊是，吼、哦、好啦，我来接电话来，来你好嘿，喂喂第三电话，啊，大哥你好，啊，快点来你啊。是在这个蒋介石
的命运和病情讲真实。你讲哦，是中国走来台湾的，无人无，已经无人无部分公家的，因土地差太济。啊，你今仔日有走来个台湾，代表讲实在啦，蒋介石走来台湾，走了实在有卡手也真紧，啊，今仔日走得紧。因为中心拢个台湾先，阿春含上家遐外哥个老哩，以前陈淑梦因阿公爹，因为因老爸因阿公爹好人，伊就个少少嘅，所以讲因，我感觉讲哦，伊台湾今仔日就升到这个地步，真正蒋介石是最开无是？没啊，对啊，唔对啊？就讲咧吼，你觉得国民党个这些人，你讲伊贪污安怎拢阿个另外一回事啦？你政府大家加减心肝内拢会震动去啦。但是台湾上大最开放是真正是蒋介石。嗯，对。你讲问到伊讲伊安怎歹，拢无蒋介石对台湾的歹影响较大。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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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叫中人心出彩排，一关不出来，甘比生怕比拢来，命运来安排，这结局我们在，无人能了解。感谢哈，还能继续过来跟这边的朋友来帮来拍摄，好来你好。啊，主持人好。好，大家好。冬天很多平安。哎，你好。我唔知道工科文就是说科第三班啊，科第科三班较手得太大咧。哎、咱咱每天报呀。哎，阿姨讲哦，进前要选迄个伊这边啥个大王出来，伊讲要说伊个赢，唔是要选好伊个咧，是要选人民进党个咧。嘿、是看着民进党民主较选好伊个咧。对。阿公这人咪批评伊，就是都无摕到伊利益啦。系啦，我今麦只讲新北市吼，新北市个光点就是大 S 啊，大 S 是咁样长。啊，小 S 唔多啦，是啦，大 S 就苏金昌啦。湖南的哦，哎，苏金昌，苏金昌，伊这位就是要老人做起来啦。哦。伊本意就是无得，无得，一直在迄个林家荣家，伊就现你要看，算伊无嘛出来，但这苏系个来放下去，来拜托啊。啊，你看苏小伟嘛退出林家荣的团队去啊。啊，你看林家荣这边嘛要过苏，叫苏金昌出来，来放下去，苏金昌无答应嘛。你看看这啊，这文人吼，你看看在那赢啦，是啦，好，马英浩，非常好，感谢来你了，嘿。喂，好，大家好，你好，各位好，啊，你好，你好。我想要讲一个良心话啦，哦，蔡英文总统吼，我甲咱台湾讲实在，这几年活了真正不赖。嗯嗯。你看迄经济，对不？迄经济成长较济，咱其实唔能够甲嫌嘛啦。无啦，咱这无人咧嫌啊。无啦，阿就讲有一挂人咯，会感觉讲啊，咱呐再个有意见，一些同事再个有意见啦，人无就做个实在是比。反正哪样咧，公众人物本来就个人用来当表达一块，系嘛？哎，好。啊，个一点就是讲哦，哎，你过江山主义拢会要战争。哦。阮江山主义要战争，也无人会个限制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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